小刚周传雄患病暴瘦20公斤成了纸片人，原来患了这种病。周传雄暴瘦原因，周传雄暴瘦原因揭秘，周传雄暴瘦原因是什么？周传雄为什么暴瘦？周传雄得了什么病？周传雄暴瘦40斤像纸片人。周传雄暴瘦原因，著名歌手周传雄感染幽门螺杆菌，暴瘦40斤成纸片人。周传雄暴瘦原因是什么？据台湾媒体报道，音乐教父小刚周传雄日前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商演时，在台上透露称，近两年因为胃部感染幽门螺杆菌，瘦了整整24公斤，外表顿时变成纸片人。如今身高178公分的他，体重只有58公斤，身形虽仍稍显偏瘦，但已比先前的情况好很多。周传雄的经纪人表示，医院在得知周生病之后，医生曾有进行过杀菌治疗，并要求要定期回医院检查，周都有乖乖照做。此外，周传雄也一直以少食多餐的方式让身体健康稳定，病情才因此渐渐好转。去年，周传雄、小刚、暌违两年推出新专辑《时不时归》，现场他演唱了新歌《樱吹雪》，背景也播放他和爱妻 Vivian 一同拍摄的 MV， 情深的模样令人羡慕。为了庆贺老公发片， Vivian 特别录了一段 VCR 给他惊喜，在里面老婆自责没照顾好他，让他看述影片也跟住落泪。周传雄新歌《樱吹雪》 MV 请来老婆 Vivian 入镜，其实这是我们第三次合拍 MV， 第一次是25年前我刚出道时，那时我们刚结缘还没谈恋爱，他赞老婆陪伴他走过低潮和大病，不离不弃。随后播放 Vivian 特别录制的影片，一开头老婆 Vivian 就唤他周老公，就让周传雄红了眼眶。而当他自责把重心都放在一双宝贝儿女身上，而忽略到体重下降的他， Vivian 在画面中哽咽，在台上的小刚也以眼泪夺眶而出，令人感动他们夫妻情深。而当 Vivian 结尾说，周老公舍不得走完这辈子，来生我还要做你的妻子时，小刚已激动地说不出话来，全场也报以如雷的掌声和欢呼。周传雄特别感谢妻子持家照顾好子女，当三年前自己体重直降时，体重首度跌破妻子头时，自己超开心，觉得当时特别帅，但当体重不停往下跌破六开头时，才开始害怕起来，急忙投医，怀疑自己患癌，第一个念头就是，如果我倒下了，我的老婆小孩谁来照顾？幸亏全身检查做出来不是癌症，是患了幽门螺旋杆菌超标所引起的胃溃疡，因为超标失衡，所以身体免疫系统受损，吃什么都不吸收，体重仅剩54公斤，暴瘦了20公斤。老婆 Vivian 带头陪同公司同事一起帮小刚养病，首要原则就是通告不能排太多太晚，而且要在通告表中排出用餐时间至少一小时，
陪同规律用餐的结果是 Vivian 自己和工作人员们变胖，让小刚大喊真对不起你们。周传雄说生病也是种因祸得福，让自己能有所改变，并打趣说现在任何指数都正常了，除了体重还未回升，体脂肪接近正常，身体可能还比以前还健康。小刚说，心态上的改变让我更在乎自己，更珍惜家人，对生命有新体悟和看法。只有身体健康是真的，呼吁大家爱惜身体。周传雄曾有一名小刚，1969年6月7日生于台湾省台中市，台湾歌手、音乐制作人。1989年以一名小刚踏入歌坛，原以偶像歌手包装。1992年以一曲《哈萨雅集》走红。1998年开始以本名发表作品，逐渐展现其创作实力，被誉为情歌教父、点唱作俱佳的歌手。13日，周传雄带住被他藏了13年的爱妻，现身台北某超市甜蜜购物。据悉，小俩口已经结婚13年，夫妻的蜜婚生活很低调。不过被胃病折磨的小刚瘦得也太夸张，2001年11月28日秘密结婚，周传雄老婆 Vivian 就是他拍摄《没有你的日子》MTV 的女主角。小刚在台湾的远东饭店举行的婚礼，仪式进行得非常秘密，是周传雄《没有你的日子》中的女主角 Vivian。 作风低调的小刚在台湾的远东饭店举行的婚礼，仪式进行得非常秘密，除了双方亲友，唱片圈里接到喜帖的朋友并不多。于台烟、张信哲、李亚明等音乐人以及魔岩唱片打造的新人许绍洋都亲赴婚礼现场，祝福这对爱人永浴爱河。中文名周传雄，外文名Step Two， 别名小刚，出生地台湾省台中市，出生日期1969年6月7日，代表作品哈萨雅琪、我的心太乱、黄昏、寂寞沙洲冷、青花、关不上的窗。身高178厘米，体重68千克。祝福他，还期待他的好音乐。参考来源